刚刚他的熊楼可以唱的还不错，讲的还不错。然后我想给你们加一句话哦，就是他建王会讲说，这就是家乡的味道，爸妈的味道。好，你帮我接这句爸妈的味道。好，家乡的味道，爸妈的味道。我们试一次这一句哈，这就是家乡的味道。这就是我们家乡的味道，爸妈的味道。再一次啊，我们就一起讲，全部一起讲。这就是家乡的味道，爸妈的味道。要快一点点啊，好，我们再一次哦。这就是家乡的味道，爸妈的味道。好，喝，喝，爸妈的味道啊。所要的味道还是？哦。这个是我刚刚在给你们带牌子而已。你那是孙，我就来了，好不好？哦，爸妈的味道，就安尼安尼弄一下哈。他们这样会模仿。好，那等一下听到这句话要预备哦，哈。好，来，胡俊来。好，好记。来了。你好不？好。来，看萝卜汤。小时候，嘈杂的摊贩就像是我的玩具厂，我就在这边嬉戏长大的哦。在这里，我每天都看着我的父母，挥汗如雨，辛勤的工作。在印象里面，他们总是穿着白上衣、系着围裙、政治标志装扮，站在闷热的锅炉前面，热情的招呼客人，卖力做着预备哦。爸妈说，这就是爸妈的味道。哈哈哈哈哈！点动，好，再次哦，好，你最后一句。卖力做着他的料理，爸妈说，这是家乡的味道。爸妈的味道。小时候虽然不懂太多，但是随着年纪渐渐的长大，我也开始穿梭在这桌椅的中间，分担爸妈的工作。一啊，妈妈老了，这个胖子我爱搞哦。第二，爱别哦，这是阿妈的味道哦。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挣扎，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将来下半辈子是不是要跟我的父母一样过这么辛苦的日子。看着他渐渐衰老的身影，我知道这些伴随了他几十年的锅碗瓢盆，就像是他们的小孩一样难以割舍。也只有我可以继承妈妈的梦想，完成世代的交替与传承。好，就让我继续这个梦想吧。艾森啊，我帮你加一段衬乐，就是那个我也要过得像父母一样辛苦的日子。完之后，但是我知道，他就帮你加衬乐。我们从那边再一次哈，我要过得像父母一样辛苦的日子。其实我内心是非常的挣扎，因为我不知道我下半辈子是不是要跟我的父母一样过辛苦的日子。但是。望着他逐渐衰老的身影，我知道只有我能够继承妈妈的梦想。望着他逐渐衰老的身影，我知道这些伴随着他几十年的过往，就像是他的小孩一样难以割舍。也只有我可以继承妈妈的梦想，做世代的交替与传承。好，就让我继续完成这个梦想吧。对，好，太细，拿这里。